那我们初级班的各位新朋友哈，大家下晡好。嗯哈，来各位，有吃饱无？有哈？有休困一下无？这句那应无我就烦恼啊，因为呢，那无休困的时阵呢，通常这个时间点半至三点半的时间呢，是大家伫咧厝里哈，呼呼大睡睡午觉的时间。那么中央呢，哈，大概就跟我客气，我顶个讲吼，干嘛当讲换一下时间嘞，哈，换到暗时啦，是明仔早起。伊讲，没，这个时间，让你跟大家见面一下呢。好，我这个比较菜鸟啊，哈。啊，那搞我磨练呢？磨练讲吼，那这个时段呢，上华当好大家吼，卖困起的时阵吼，安尼我算过关安尼啦，哈。啊，所以呢，各位我们初级班的同心，帮秀华过关节干么？咱下晡吼。拼搏困的哦，好，谢谢。来，各位同心，很高兴哈，还是要再一次很热烈的恭喜各位哈，真的，每一次初级班，时间如哇，我讲时间如哇，你可能搞有点没有办法去领略，无法度去感受到我的感觉，什么叫做时间如哇？你一定有听过，台湾民政府。要即种的时间，真正足晏足晏呀！恁敢知？来，先甲各位报告。今仔日我为高雄四点半起来到，要到中央进前有无？行高速公路的时阵，我看到什么景象？恁敢知？看到啥？看到那个直升机？恁拢有看到呀？没有看到？有看到举手。啊！你们在上课、哦？那个是啊，对，那个时候你们在上课，没有错。我看到人出去哦，我看到都是在外面乱跑哦。对，今天早上我们就是在坐游览车来到这边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哎呀，对呀、啊，今天7月4号，我打给了公安呐，我们民进会执政官有无？我家家户户大家拢爱去搞我们的美国的国旗跟我们的台民政府的旗帜给插出去呢。哇，那个我就马上精神来了，看到那迪士尼在播的时阵，哇，规心拢开始团，带遐跟着那个螺旋桨，买一叠胖一叠胖，我怎啊竟然赶快手机啊退起来，哇，满地都是我们的国旗呀、啊，我的 LINE 啊传来200多封，每一个相片通通都是我们的国旗，不管在从高雄到宜兰，不管是高楼大厦到独栋的别墅，然后迄种老啊，还是迄种迄种。就是说独栋的公寓啊，哇，都插了旗子哎，哇，那种兴奋度，各位同心，我始终我就想讲，我希望做爱来跟初级班的同心和朋友跟您分享，你刚才那一种热烈哦，跟那种很深切的那种情感哈、哦，我很恭喜各位，就是说哈，大家哈、哦，真正惊到路啊，了对啊，你刚才那人家对到啊，这时机对到，搁无打紧，搁真的是跟对了，我们跟到。原原本本，咱提过诶，隔壁狗是咩人提过诶？咱对着人，无打给恁个司机，搁打了嘟嘟啊好，哇，这真正吼是有影足大的公益，大家搁拍啊拍者。为什么要请你们鼓掌呢？因为你们手部有在运动吼，就不会比较不会想睡觉了哈。来，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想哈，今天这个初级班哈。的人数真的是每一期越来越多哈、哦。那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来，我想了解姐，就是我们从昨天晚上有参加开训的好朋友，我了解姐，这样哦，所以咱大概差不多五分之一，好，谢谢，五分之一没有参加到昨天的开训，为什么呢？因为哈、哦、有参加开训的好朋友哈，你可以听到秘书长给您开训所讲的话嘛，对不对？每次秘书长他。帮初级班开训的资讯都是第一手的，都是甚至可能专训还没听到的讯息，你都逃起去了，听到啊？初级班，哈、哦，所以说为什么说来到台湾民政府哈、哦，不管参加什么团体，尤其今嘛来到这个70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跟到这样的法理、这样的团体的时候，尤其哈让卡波爱带好紧。最好就按的就对啊，袂当落高去啊，因为一落高去，你唔知后壁变哪行，你会去互一个有互遐有心分子吼，甲你恶白说，因为司机唔是因的嘛，
伊无得到这度的时阵，伊感觉讲哇，袂当互恁安尼，伊就很难过啊。还是说哈，曾经踩过这个机会的人，但是呢，因为耳康轻，心宽杯，行出去啊，必须对讲安那，你没有一个忠贞，你参加一个革命团体，参加一个政府团体，你没有一个忠贞啊，这个是第一个就不及格了。所以出去也来。欢迎他们，就是谢谢他们曾经的投入，但是呢，之后呢，就因为没有通过这样一个忠心不二的这个考验，就不列为可以来担任台湾民政府政务官的这个条件了。所以他们一旦会觉得，哦，安尼错失这个机会了，开始的，这个是人之常情啊，我们可以理解。所以呢，我们要有慈悲心，当有人来对咱台湾民政府有无同款的意见的时阵，那，把咱所听到的法律，咱记好条就好啊。爱听讲什么无？因为这时阵要讲打击啊，是讲要讲一寡负面的，足济了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还是跟各位一再的呼吁，把家己的心头抓好定，安尼可以吗？可以吼，心头抓好定。吼，啊，我来讲吼，法律袂足深，法律吼要甲大家报告，要讲法律。来，咱手头阿伯，咱秘书长这个新台湾路的举手。来，这个是台湾民政府我们法理的教科书，各正好家己一定爱准备的，而且每天要翻，当作看故事书，看像看历史课本一样去甲翻，你才会知道说，哇，原来这七十年以来，咱到底是去找什么资料在咱头壳内底啊？咱是什么资料无看到？在这内底，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年代。之前行过遐尼啊侪历史，原来发生遐尼啊侪代志，遐尼啊侪条约咧行，咱用红卡什么款，咱拢唔知影。伫迄本书内底写甲清清楚楚，是非常有条有理的。我之前吼，阿北当讲师之前，我看到嘛都感觉很生硬，里面有英文嘛吼。但是后来你再继续翻的时候，跟着民政府脚步在一直走的时候，你去撸黑有无？哇，感觉讲这一本书啊，真的是台湾。我们的国际地位的一条救星啊，它是很有条理去整理出来的。你甲动作吼，看故事书、看历史书，安尼去甲看，你就感觉较快乐。啊，那有心要考滚秀的有无吼？而且吼，要倒背如流啦，安尼较考会过吼。考到咱台湾民政府的滚秀，吼，等同吼，这个就是国家考试通过，这是非常好的、非常重要的哈。有心要来哈担任郡守的地方政务官的。好，这本书一定要倒背如流。来，今天这个班级这么多，可能你们没有机会去认识一下，好，你们到底来自哪里？那我也让我了解一下了哈。来，这次从南到北，让我了解一下，从高雄州来的朋友，给手姐，来，咱拍拍给欢迎一下。来，谢谢我们高雄州的朋友。来，再起来就是咱台南州的朋友，台南，来欢迎他们哈。来，再来台中 ，OK， 欢迎过来的是咱新竹州，新竹来欢迎哈，过来的是咱台北，哦，过来，过来的是咱的宜兰州，哎，谢谢欢迎，哎，我发现哈，这次各州来的人数哈，比例都还蛮平均的，代表什么？代表哈，阮各州咧推动的这个速度平均。大家出的力，平均都做打拼了，对啊，才会有一样差不多的人数来参加我们初级班。好，所以真的今天是一个很让人家很兴奋、很高兴的日子，非常的特别了哈。那么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个感受跟喜悦，同时为什么要让大家知道？包括我为南到北安尼念过来的时阵，好不好？你来当理解，咱台湾民政府有几州？六个州，对不对？好，那今天应该有发一张这个资料给你们，对不对？好，好，上面呢就有写了台湾民政府所有的州办公室跟那个州里面所有的郡的办公室的资料。这份资料呢，请大家一定要好好保存，善加运用。接下来，来到台湾民政府，我们是每礼拜在找中央呢。这边是台湾民政府的中央办公室。您不可能打礼拜招家，但是呢，你可以就近，在您的厝的附近呢，去
去到恁的较我恁厝的根，啊是讲酒的办公室，去更了解。为什么呢？要跟大家这样讲，参加任何团体哈，来到最标准，这个就是 SOP 啦，这就是上标准的法律来传输的所在，哈、哦，而且要求是上严格的所在。所以你来这看到的，完全一定就是台民政府上高的标准。阮所讲的建议，就是台民政府传出去的建议，一路拢是安尼。但是呢，你若要看较真实，讲哎，敢有影？即马恁所讲的台民政府4000多人拢受训过，有40000人去申请到这身份证。恁所讲的法律，恁这人所做的，拢跟恁中央拢同款吗？所以呢？来到台湾民政府，我们这些身穿制服、身背职务肩带的执政政务官呐、啊，我拢要求安呐，里外一致啦、啊。不管伫个中央，不管伫个伊个州、伊个办公、伊个也是官，所做诶爱甲中央同款，是同一个这种的心态，同一个积极的心态，同样的语言，哈、哦，同样的行动。所以呢，这个有赖于什么？有赖于哈。我们这些新朋友、好朋友，尤其初级班的好朋友，欢迎你们怎么样？去到郡，去到州，来跟你参加到因的活动。什么活动呢？就是今天开天要跟您讲的。好、哦，今天有很多的活动，所以说我的课哈、哦，很活泼哈、哦，不艰深，但是很多事情必须跟你们讲，好不好？所以呢，来接下来我的题目命名为哈、哦，美丽新世界，这是我的希望啊。为什么来个台湾民政府？为什么大家来个台湾民政府？那不是讲为着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啦吼？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来，各位好朋友，是你的朋友跟你讲，来台湾民政府有瓜子，你看来举手，我了解一下，不要紧啦，咱关起门来哈，关起门来，大家来探讨一下，是这样吗？其实哈，真的不瞒各位说啦。以前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真的一半举手。不过越到后期，我会很欢喜甲各位报告，礼拜甲台湾民政府的人素质愈来愈高，而且心态诉求无同款，无同款伫对呢，无同款讲吼，真正唔是讲为着一瓜半起来的，是因为有真正那个要为台湾好、为了后代子孙好的这个理念才来的。进卡，嘿，是是，哦，好，来，这位同心大姐，感谢你，咱婆家感谢哈。当然啦，在课堂上哈，咱是较无讲马上会当讲红安尼互动啦哈。不过呢，当然这个部分呢，像你今麦甲大家分享的这部分有无？晚上哈，我们会有各州的分组，迄个时阵呢，就欢迎各位，甲恁的心得，为什么是啥物呢？这个机缘来到家。对台湾民政府，也是讲来台湾民政府来了解法律了，对这个所在有什么期待？希望家己当做偌济，为这个环对这个团体做多少，自己能够奉献多少？来欢迎各位有无？在晚上的时候的这个分组报告啊，踊跃的把它提出来。你莫像英国吼，我拢做一种比较年长的同心，拢做避暑的，讲无啦，我就一个心来尔啦，就讲想讲吼，要让台湾民政府起来安尼啦，我话嘛无济。哎，伊就是怎么样？他的心就是一颗心，就是讲，我希望咱四千的人紧搞，好咱台民政府这个局会当紧起来，紧成功，就单纯，就单纯的这点心，哈、哦。所以说他们的话不多，所以呢，我们的大家长林志升秘书长说什么？现在啊，很需要新血轮，就需要哈、哦、少年家来到咱台民政府，所以呢，你甲看哦。真的，每一期，我不断的观察。我跟各位报告，我们台民政府每一次初级班的这个年龄层的比例一直在往下降。
从之前的平均大概年龄在差不多65到60，现在下降到差不多在48到55岁这中间。那现在因为有更多后期、更多年轻人进来哈，现在我们的那个平均年龄又在往下更年轻化。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些少年家哈，恁头壳拢足巧诶，恁无像外口人空空啊那呢？有个人空空吼，对人外口即卖搁咧考啥？搁咧考公职啊？你考个3年5年哦，看你考得上考不上，拼得要死。我讲公安呐，我说你不如把去拼公职的这个补习费哈，好好的来到台湾民政府这边，好好的来这边多喝、假喝、喝喝了解法律，安尼较有影啦。你跟干变黑的公职，那如果说以我们呐、已经了解了台湾未来的走向，了解了咱的法律，咱敢会阁叫咱的孩子去考公职？还感觉有未来吗？要紧是安那，要紧让俺的囝儿是谁知影讲，咱台湾的这块土地，伊的地位是安怎？咱未来安那走才是对的。好、哦，所以呢，真的很多我们这边的长辈哈、那真的就是把家里面的哈、这个晚辈啊，一一这样带出来，真的跟各位报告是个非常可喜的现象，跟各位恭喜，谢谢。来，那么呢？如果哈、通过昨天有来开训的话，应该就会知道，来这个题目，曾经是亚洲四小龙，台湾为什么不能加入联合国？来给各位清稿，四小龙，它是在什么方面的表现？经济啦吼。那么加入联合国，你是爱资格才能去加入联合国？你的资格是怎样？你是国家嘛？开档参加联合国，你把四小龙，所以呢，为什么我提的问题其实都很浅，弄作浅呢？阿姆哥就是讲，因为我去经历出来讲，我去搞我的朋友问的时阵，也是讲，我这30-40年来我的问号在我脑袋里面问号，来到台湾民政府，我终于搞清楚了，哦，原来为什么我靠这叉叉脑脑。其实啦，给各位报告，很多外国人非常清楚我们台湾。为什么不能够在联合国有一席之地？台湾不是个国家，你说你是四小龙，那个叫做什么？自我感觉良好，可以啊，对啊，那是真正讲经济进展，真正有袂歹的这个表现。啊，不过呢，有够持续吗？那即便是四小龙来讲，甲这是没有，他觉得说，在这个经济表现好，这个团这个。联合国就应该要接受吗？那个叫做我们没有足够，那么叫无地势嘛，无雄心了，对啊。但是没有来到民政府，我也真的是不知道。所以呢，来，我们再一次厘清，叫做我们台湾不是一个国家，所以我们没有资格去跟他讲联不联合国，要不就参加，那是不接触给好。那么在这边再跟各位请教一下。因为哈，真的每一次上课跟各位在这样子的问答过程当中，我会每一次就会去更新一次哈，我们台湾民政府新的成员你们的状况。各位好朋友，已经申请到民政府的身份证举手，黑掉人举手，好，谢谢。那么还没有申请的，我了解一下好吗？还没有申请的，还没有哈，好，谢谢。所以呢，刚刚。这么多已经申请了台湾民政府的这些好朋友哈，你们已经申请了，已经通过你的朋友，给恁大概刷明掉台湾民政府，所以呢，你可能讲，哎，无，正好一个机会哈，来办这条身份证，甲试看卖。所以呢，其实给恁恭喜，是对了，好，那还没有办的同心动作也请加快。真的好，为什么？这张我们台湾民政府身份证在执政之后，是所有居住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是每个人都要办的。啊，现在办吼会较紧摕到啦。英国是讲3个月，因为爱个送去美国办嘛。英国差不多讲3个月当摕到。那现在在办的过程当中，可能再稍微拖延一点点时间，等到啊执政之后拿到啊，有可能是4个月、5个月、半年以后了。哦，会是这样，因为每个人都要申请，每个人都要办嘛。而且这个身份证是真正从美国过来的，所以呢，来，透过遐尼啊侪好朋友，你已经摕到了咱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
今仔日咱伫初级班来见面，表示安那？你们已经在先前就已经认识到台湾民政府，今天已经自己下定决心走进中央办公厅来了解到台湾民政府的法律，代表哪？我解释叫做吼，台湾民政府可能通过恁的观察期，感谢呢，吼，就好像我自己的爸爸三四年前跟我讲，秀华秀华，有一个台湾民政府很不错，未来是咱的路，吼，你应该先来卡一个位。我说吼，我爸爸生理人，我靠。招条啊，所以也脑筋卡哇！我当时我无法度接受，我讲爸爸，你三年后哪个电话给我讲好啊？去年的九月来告诉我说，来，给你两个月，紧赶我关过过，时间到啊！真正时间到啊！我想恭喜各位嘞，因为啊，恁入来的时间啊，比我的时间哦，搁卡来多多哈，来得早还不如来得巧，哦，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呢，因为我为旧年到位。今嘛这个时间呢，我的体会，这期间所发生民政府所发生的代志，我拢做注意的，所以我去收集到我的感触，哈、哦，跟各位来分享的，我这大半年以来，我在台民政府所看到的，真正在做些什么事情，还有哈、哦，我今嘛以我一个女性，一个很浅的角度，当我去跟朋友讲的时阵，因的问题提出来，那都是很基础的。他们不会问你们很深的法理啦，没啦，没去跟你问遐深。啊，不过个伊跟你问吼，浅浅的时阵吼，哇，你可问一问就倒，就跟我以前一样。所以呢，我起码就是要把我所因为拄到的问题，甲大家来做分享。吼、哦，来，头过阿公，差不多有三分之二吧，好、哦，三分之二左右的好朋友已经参加，已经有申请到这个身份证了嘛。所以呢。您去到户籍这个户政事务所申请誊本，那如果说你的这个户籍誊本哈，比如说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是阿公阿妈，哈，他们的出生年哦是日治时代。来，我们哈来到台湾民政府有几个名词哈，我们一定要把它厘清哈。我们在这边讲说这日治还是日据啊？日治哈，日本统治时代，那是英国哈，那种无知识的，还是讲要讲混淆视听的，遐流亡中华民国政府哈，讲讲日据时代，错。而且呢，我去求证哦，现在在国中小学哈，他们的课本上也改成日治时代了，不会太嚣张了啦。为什么？因为历史哈是会还原真相的，谁占据谁不知道。日本统治时代，所以在这边呢，我们更名就叫做把它正式厘清，叫做日治时代。啊，够哦。那哪讲到讲中国，那能讲大陆大陆有无？爱个讲大陆吗？爱讲安那？中国啊，因为大陆是做一个所在，美国嘛大陆，非洲也大陆，澳洲也大陆啊。所以呢，咱那个讲个清楚，中国就是中国，好、哦，可以吗？哦，这个部分来到台湾民政府，我们把我们的文字啊更精准化，那那公文哈才不会哈这个失焦了对吧？好，那我们去这个办好这个身份证的时候，你的这个，哎，为什么？那个，来去办我们的户籍誊本，如果说看到日治时代的啊、有我们这个昭和。好、哦，他这样这个就是日本元年，也就是日本的这个年号的时候，那么呢，在我们的身份证，你有注意到不？你也提到咱台湾民政府身份证呢，你看到一顶头有英文注记啊，就有 TW 这样的注记，好、哦，或者 PTW， 那这个更深一层的这个哈、哦，有关于身份证上的这个解析的部分哈，当然哪公有机会哈、哦，过了五关来专训的时阵，这部分我阁甲大家做报告，啊是讲呢，你去甲军甲州来。好，恁考得啊，恁就去感恩课啊。为什么我什么 CE 啦、PTW 啦，哈啊，我这注记代表是什么会？那么上面如果写 TW 的话呢，就是说在日治时，我们的这个爸爸妈妈按这家庭的这个追溯呢，按这家庭就是架杠迄个时间，日本统治时代住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咱的家庭是安尼落来，所以咱来申请到这张注记 TW 这张的身份证，啊。过来，那么那呢？
我的朋友啊，就说，哎呀，秀华，你给我洗脑去。我跟他说，为什么他这样跟我讲？我跟他说，哇，那个真的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哈，在台湾啊，我这三四十年来哈，一直听人讲，啊，历史课本嘛，知影写，要安那盖拢知影嘛，哈，文字嘛拢知影了，对吧？叫人洗脑呢，我怎么去台民政府哦？我才真的搞清楚哈，有那么多的条约啊，发生过那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啦。我听你欧北讲，我朋友嘛跟我讲，黄秀华，你给我洗脑呀？啊，你那一刚刚要给我洗脑，因为我们以前做过错的事情嘛。给我洗脑不自觉嘛，今麦人啊，做干那个公公给我洗脑，你刚才，伊唔知阿公，原来我们真正去发现真相，所以呢，我体会到一件事情是安怎，其实吼，咱咧讲讲台民政府的法理，你今麦手头所摕在资料，都是台民政府这边依照法律去编纂下来的，你所看到的文字东西。就是最正确的，但是外面的朋友会觉得说，哎、欸，也是你自己说自己对啊，来，不要紧，我们来印证，所以我给他提供的一些资料，就是要让各位呢，能够去跟朋友讲说，来，除了我在台民政府上课的资料之外，原来啊，其实在网络上有很多资料可以来佐证了，对啊，来，我们现场好朋友，现在家里没有使用电脑的有吗？没有使用电脑的。代表有嘛？来，或者家里没有网络了，我看精准。我是不是要来问呢？既然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电脑、有网络，甚至我们都有手机，所以呢，我们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啊，我们的资讯啊来源是非常丰富的。只是讲，咱有心跟无心去把这个资料挑出来、吹出来，因为咱感觉这代志跟咱是无关系。但是今嘛呢，这历史。跟他有关系呢，有关系，吼、哦，所以必须把这个、把这些因缘、把这个关系找出来，才能够让我们周遭的朋友去印证说啊，你对了，你没有讲错。上简单、上浅的部分，先让人理解了、哦，他们才会对台民政府说：“哎、欸，你所讲的这、你们所讲这个论述，哈、哦，是有道理的。”他们才愿意接受说：“哎、欸，值得来听听看。”所以呢，还是必须让他们理解。所以我现在说，让你看到的这些资料，在网络上都找得到，网络上都找得到。在维基百科，你给网络搞搜维基百科有关台湾这个注解，来，他这边就有写到，在日本统治时代，我们的日本政府当时在台湾，他做了在这边执行了哪些？好，有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有皇民化、参政权跟参战权。这个代表什么？来这边，这位红星，你掌五开训吗？五，来安娜、啊，可如果说我们的日本当时在这边统治日本政府做这些事情，它代表的是什么？把台湾这边当作是什么？自己的臣，这多一家人就是家己的臣民了，对啊，自己的臣民，当作是家己的自己的人民，他们才会把我们居住在。不是日本这一块大块的这个他们国土上，但是他已经知道说，哎、欸，我们台湾这一块土地上的人民视同皇民，咱台湾这块土地是什么人诶？啊，精准的文字哦。哎、欸，对，对，没有错，日本天皇要很精准。公理不呢？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我如果应该讲说，咱这块土地你不呢，我把外宾都搞啊，开始就跟我又吐回来了。哎呀，你这个早在这个台湾光复的时候呢，啊，你不能把台湾放弃了，放弃的是什么？所以这一个东西就是我为什么现在，如果朋友现在这样问你，你会回答吗？来，我们怎么回答？我们不是，我们先去跟他解释，解释日本在台湾放弃的是什么，而且是叫做光复节这回事吗？不是哈，不过呢，很多人这个办法，这个是没有办法解释出来的，叫做是什么？是因为当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太平洋地区选择在台湾这边接受日本的投降，是不是这样子说？应该是要这样很精准的说，但是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包装成光复节，被人把台湾。说是光复给还给中华民国，我们就是这样一路走下来的，一路这样子，这个印象一直到现在，所以很多人啊
没有像我们这样子理解法理的时候，他们是无法去理解这个部分的。日本天皇没有放弃台湾这块土地，所以我们台湾的国际地位叫做什么？未定，未定论。但是说我们现在是日本人吗？我们可以说日本人吗？也不能这么说。好，所以呢，为什么我把自己证明啊？我们不要这样子过得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也是很辛苦啊。所以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人美国、美国人、英国、英国人了，这清澈为什么咱是安呢？所以呢，这条路一定要走下去。好，来，好，这边又讲到了，好，他的这个是受降典礼，不是所谓的光复节。这个资料给大家看，这个画面。网络上要找得到，所以当未来我们的朋友在跟我们说的时候，你不能照了跟我们哄去，你是在头壳坏去，在想什么？我跟你讲，为什么会有这种语言？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辛苦并没了解到法律，没有听过到台湾这种法律的人都是这样给我赢的就对了，这是很真实的。但我们要怎么跟他讲？我们跟他一边，真的，各位好朋友，一路走来我发现台湾民政府这一条路是法理的论述，用嘴好好跟他讲就好了，不用跟他一边。你是怕的，那我们的道理是通的，是正确的，怕到对都会通，不用跟他用边的。他如果不理解，那叫做正常，正常啊。他如果都理解了，早就跟我们同心了啊，做了怎样家啊。所以为什么当然他没理解的时候我们要跟他说理解，不要跟他用变的哦。来，我很欣赏秘书长，他在带领台湾民政府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平民政府这个团队的时候，一步一脚印，一路走来始终如一，这是我们很听一路上很听到过很多政党在说的话，但是我今天把这句话放在台湾民政府，放在林智正秘书长上，我觉得是再适当不过了。因为他通过了，别说我自己，也通过了很多人对他的观察期，他的法律从头走到尾都没改变过，而且他的家暴，我们这个团体的家暴是越走越坚定，让感觉是越来越哇那种感觉。所以，我最近在看一些资料的时候，我感觉说真的是要有福气的人，有远见的人，也是说比较单纯的人有比较有误会就对了。想巧的人通常有没有想太多，想说自己比较厉害，想说你们没那么厉害，你们可能那么厉害可以走出这条路。但若是真理站在我们这边的时候，道理走得出的时候，我们是不用这样变的。所以当朋友们在跟你讲的时候，只需要找资料给他看，不用跟他变。好，来，那么他说什么时候割让给日本？好，在甲午战争之后就已经好割让的，就是我们的台湾全岛跟附属岛屿。那么我不晓得，我们初级班的同心，你们来看那个资料是有没有看到？当初呢，这个清朝，给咱台湾，挂好日本咱的土地，长做什么样子？有看过那个地图吗？有，就西半部，对不对？那个是因为日本统治时代的时候呢，才把它整并起来呢。哇，辛苦的一段艰辛的道路，当然中间，这个所有的组织、所有的这个整合的过程，都是革命啊，老瓜老灰啊。唯有什么经过那样一个流血流汗的过程，才会有这样现在目前全台湾的这个岛屿，这美丽的岛屿。所以我觉得很幸福呢，真的，各位同心，那今晚上行这条路。发立即咯，不用流血流汗就好啊，不用，不用拿枪杆啊，拿旗杆就好了。真的，这条路就跟秘书长所说的和平稳定无缝接轨，所以我给他听到这样，就是再更进一步的去很踏实我们的心啊。所以各位我们初级班的同心好朋友，你们一定，就是既然有这个缘分，有这样的一个福气，踩进来台湾民政府，就好好啊，一步一脚印，把它走到底，敢不？好，来，谢谢，过来哦。那么清廷的时候呢，这个甲午战争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割给日本之后呢，来，
网络上哈，找到这段看嘛，这艰苦，甲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啦哈，稍微让大家的情绪平复一下，讲咱哈嘛，免对中国迄边遐有太多的期待啦。因为呐，当初清廷的李鸿章以“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来说明哈，台湾这块土地哈，总共是安尼啦，鸟未叫啦，哈，花也不会香，男无情，女无义，这样的状况之下，这么样一个，他觉得说割让出去哈，一点都不可惜的地方。是这样吗？你们在按这个福尔摩沙跟着宝岛吗？好、哦，他用这样子去说服他自己，然后把台湾给割让出去。所以呢，现在我们跟中国那个地方，我们本来就是没有关系。好、哦，不要因为好、哦，可能某些人跟他们说同样的语言，写出同样的文字，类似的文字，好、哦，那我们就有一些这个，好、哦，这个就是比较，这个是情感上的这个哈依恋，来。网络上很多解密文字呢，各位，这个只是其中之一。美国国务院哈跟这个周恩来的这个解密文件，越深入台湾民政府，你都可以帮都可以哦哈，真正做着解密文件的出来了对啊，很多的个影片哈真的很精彩，我无法度一一哈去放起来才好大家看，在这边都是一些简，就是说我找到的资料跟大家来做分享。来，当初呢这个。中国的这个总理啊，周恩来啊，他的跟这个美国国务院哈、啊，他们的这个文件上写什么？要求美国总统承诺哈、啊，承诺什么？结束占领台湾岛时，第一句话代表什么？代表中国周恩来知道说，目前台湾是由美国美军在占领中，所以啊，才会说结束占领台湾时嘛，啊，那么。好，说当结束占领台湾的时候，不会允许日本光复失地。哦，第二句更有趣了，代表什么？原来这块土地本来就是日本，他这边写哈是写日本，那、哦、我们就很精准，是日本天皇的土地，这个他们也很清楚啊。好，从第二句话更清楚了，所以呢，不允许台湾独立，我们这个也不会啊。本来我们就不能诉求台湾独立，来，透过这一句话跟各位报告。来到台湾民政府，如果以前在外面不小心曾经跟有台独论述的 FB 的这个社群哈，无说你去给伊加入，还是讲去浏览过哈，曾经有过资料在上面，拜托各位把这个资料退下来，因为一旦成为台湾民政府的官员的时候，我们会把名单报出去给美国，美国这边是无法接受我们的政务官，我们的成员。有台独思想、台独论述，或者就是说，在同时哈，又是台民政府的官员，同时又是这种台独论述的社群的成员，这是不可以的。如果台民政府知道你是这样的资格的话，会先劝你赶快退掉。如果一再不处理的话，那很抱歉，台民政府一定要跟这种台独论述的人做切割，那个就怎么样，会把你除名。哦，这个非常非常严重哦，所以这个部分跟大家要做很重要的报告哦。咱等去检查，有想吼，迄生网络嘛，啊，无说你加入去吼，不要紧，咱去甲提出来。因为呢，咱台湾民政府，咱无诉求，不绝对跟台独，不诉求台独的哦，哈、哦，这个论述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哦。来，你看，不允许台湾独立运动。然后呢？希望美国怎么样阻止台湾、日本共荣？吼，就拍戏咩？我们才希望这样呢。他不希望形成台湾跟日本的共荣邦联，并且希望美国不要再去公开台湾地位未定论。一句不？标喜公他一再否认，一再不要。就标喜公一下伊拢知，但是你就是拢卖去讲了，对啊，拢卖去咬牙出来了，对啊。我们台湾人就是一再被这样的媒体、被这样的政权所操弄，我们还要让下去吗？不要，真的不要。所以哈、哦，我邀请来到台湾民进会，今妈妈赶快跟我已经有职务的这个同心拢搞到讲一句诶，他说：“洪秀华，很感谢你来到民政府哈、哦，先不管一官半职有没有啦，不管。”但是呢，他说哈，计较不很骗告戏，有这个福气，有这个机会看到这些个资料，
很清楚知道自己原来这在土地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这是非常有使命感，而且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我真的这样深深的认为。好，所以这是一个解密文件。来，这个资料也不是台湾民政府做的，说什么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什么，中国哈，他指控中国所指控什么美军武装入侵台湾，他明明清楚我们目前就是在美军的占领中，联合国通过美军合法占领台湾，这句根本都人民讲的，这一句是多讲的，台湾本来就不属于中国，早就在清廷就在清朝就已经割让给日本天皇了，好，美军是合法占领台湾，所以呢这个资料网络上都有，所以呢我们就是真真假假，无真正的掌控，叫做哪？叫做来，各位往那边看，叫做一个叫做是日属哈，那个宫前桥日属啊，美站这两幅图。各位红星，我们哈初级班哈法理啊，几个简单的，有没有光复节？没有。我们的地位什么？日属美站，先记起来好不好？啊，不然哈回去的时候这么多的法理哈，回去到礼拜三、礼拜四哈，大概忘掉80%了。但是日属美战哈，记起来。好，阿哥，有光复节吗？够，咱到底是这块土地是啥的？我们先把这个很重要的几个点先弄清楚，最重要，要有这个基础哈，去巩固咱家己啦。较早讲哦，原来我是立在这个基础上来了解这个代志，咱看有迄个动力，佮继续去甲了解落去啦。如果说我们连我们来这边的论述哈，没有个基础支持我们哈，那个是走不下去的。你也听到回答这，哦，来弄理解啊，谎言多少公平正义，我们呢现在就是希望透过我们的法理，找回属于我们自己的真正的公平跟正义回来。无看到代志。不代表没有发生，各位，你今麦刚好看到讲中华民国政府准备被绕跑，有看到吗？看到的举手，没有看到。但是会不会观察、啊？要会观察呢。很多的这个讲师会把很多的这个资讯让你们看。那你看今天这个所谓的这个联合演习，它底下掩藏了多少的事情是我们啊眼睛都看得到啊，但是为什么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啊，真的在任何的理念哈，在任何的一个事件还没有完全付诸执行，还是还没有很明朗之前哈，真正单纯去相信的人，而且支持他的人，会成就这样的一个事实出来。但是呢，如果是犹疑，会摇晃，这个时候呢，就没有办法团结。所以，当我来到民政府的时候，我才发现哈，这个是事实。甚至有时候哈，自己眼睛所看到的，都还不见得会去相信。有哎，跟各位报告呢，来，各位好朋友，今天各位是来到台湾民政府的初级班。我跟各位报告，很严肃的哈，这个话题比较严肃。当我们在初级班的时候，我们会跟各位去报告我们的法理，也会跟各位报告我们该注意的事项，比如什么没有台独论述，哈，比如什么我们的这个上课哈之后再跟各位报告的这些部分，我们也不能够自己私设平台。所谓的私设平台，讲那你赖我不？大家，哪讲大家传来传去，有无一挂奇奇怪怪的文字哈，造了吧，会去混淆你的这个你对法理的认知，这个部分我们不接受。所以未来呢，当你已经成为台湾政府的这个官员的时候啊，我们是统一依照你所登记进去的这个职务里面呢，参加那个族群就好，参加那个群组，卖欧北造欧北去赖，安尼时阵吼，你的资料卡被乱去啦。我先不敢讲这最要紧的代志，不要私设平台，因为我靠，就只能在注意到咱台湾民政府的成员，你敢知？甚至我也不是吓唬各位，可能有一些人就潜藏在我们甚至已经是官员里面了。所以您当您来到台湾民政府时阵，我要邀请您拍开您的耳、您的目、
打开你们的心去观察。如果今天已经是职务背带的人，他们跟你们讲的东西可能对跟我们的法理上还会有所出入的时候，你们要小心。为什么这样跟你说？因为真的有初级班的朋友跑来跟我讲说，黄讲师，你刚刚上课的时候讲的没有错，我的哥哥上完高级班人就不见了，因为你没有同心跟他讲什么讲什么。所以呢，各位好朋友，我一再的在初级班会跟大家去确立我们走的路是对的。不可能说现在四千几个的执政这些政务官大家都头较歹去，对不对？如果四千人跟你一样傻，好，那你一起进来傻吧，好吗？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做的是对的，而且我们不希望说当我们已经一脚踩进去来的时候，结果让有心人士又把我们给拉出去，这是很可惜的。所以呢，今天在初级班我唯一讲的比较严肃的这个部分，我们一定要很注意我们身边的人，跟他去理解我们的法理，去听他说什么。当他讲的东西有台独论述出来，还是跟你说一句话，说来我跟你带够一个够一个更好的那边比台民政府更紧一紧，你要带吗？要不要？不要呢，已经带到了，不要再走了，那是很可惜的事情。我说大家笑，那是真的活生生的，已经让我知道两个案例了。两个你说很少吗？不是这样说，而是很可惜。每一个人在台民政府你能发挥你能做的事情，没人知道，没定就去给他煽动走去那两个后半时能做多大的奉献，你不知道呢？问题是说这样不简单来到台民政府竟然去给煽动出去，这是一件事情。再一件事情是说这个团体，人的团体里面你就是我们自己理解自己了解要注意就对了，可以吗？这个部分我们还是一再的去，我们当然很希望说我们大家都是忠贞的，就是 很同心的，但是我们就跟他报告还是要注意，或许不是故意啦，是因为不注意的一个言论就让你已经摇动你的心意了，这就非常可惜。所以这部分跟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提醒。来，同雄看到还是说去给人扭出去的时候，以前说哇惨嘛，太晚来不及回头了，这太可惜了。我们被片面施行的这个教育被洗脑多久了？来，今天大家都在这边就是有这个意愿，大家自己来把它重新来认识新的一些真相。习惯不想改变，以为就是对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很多我们在职务背带的人，我感应说回去要跟自己的家人感应报告，像那天啊，之前我跟大家报告说，你7月4号我们要出门来专训的时候，你插旗啊，你有跟家里人说吗？我跟人家手我差不多有四分之一没人家手，我说你没人家手，这样他不知道你到时候插旗怎么插，怎么到时候你的家人一定觉得你很奇怪。就是说有时候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好沟通啦，他也抱歉有自己的家人知道。但是我要跟大家报告，今天来到台湾民政府取决于我们有多少心要来投入这个团体就对了。你要奉献越多，你要做事情越多，你这边能够得到的就越多。今天秘书长在我们的专训这边跟大家报告，为什么我们前面的这四千名的先行者也到较好的福利？因为呢相信，因为呢在更多人还不能去了解到台民政府，还不能去带着这个脚步的时阵，咱已经在这里走，在这里奉献啊，在这里流汗啊，在这里宣传法律啊。所以呢，咱当然有搁较大的权力来获得比较好的福利。当然有这样的机会来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放弃了。不想改变，我们要好好跟他沟通。我为什么敢跟你这样讲呢？因为我从高雄来的时候，我坐捷运，还是有时候坐统联，我坐计程车来的时候，很多计程车司机跟我说，您有很多那个您的同志，他叫我们叫做同志，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叫做什么，我们叫同心嘛，这样港心就对了。因为您的同志都在跟我编的，我就是不知道要跟您要跟您问啊，我就跟您说要跟国民党踢出去，怎样你们这种怎样。所以呢，我为什么有感而发，我跟我们的中央内阁的这些同心还是要有机会再跟这边跟初级班的同心好朋友来报告。咱台湾民政府要走一条路，
真正是甲目前流氓政府，伊所给咱教育，之下所行路是绝对无同款的。所以咱的品质吼，卖做了跟人同款，千万不能跟他们一样。我们不用跟他变，我们要怎么样？按今麦收折是安那？现在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用我提供我的方法给大家做参考。我觉得这个方法有效。我想要他走呢，引起人家对我们台民政府的好感。要怎么样好感？首先哈，咱呐每一个人要让他有好感呐、啊。然后干嘛讲？哎呦，恁参加恁台民政府的人哈，该时阵品质拢袂歹呢哈。讲话呐温顺温顺，所唔过家恁的论述哈，有一点仔较激烈哈，比较激烈，因过无听过，淡薄会惊有无？但是要紧是咱这个人，咱做出来的态度。好人来当接受的时阵吼，基本上已经成功一半。过来的部分呢，就是当然去甲邀请。咱所讲的，那未晓讲不要紧，来，这朋友对咱有兴趣啊嘛，已经甲咱是朋友啊，邀请来去滚，来去酒，互捌的人甲讲，这才是真真正正咱来做的代志。咱无可能讲伫三五分钟用讲编有无，伊就带你行。这个是很难也很傻的事情啊，所以呢，要打这个法理之战，要用智慧，用蛮力吗？该冤家就可以来吗？不可能的。所以呢，拜托咱各位同心，咱吼，把咱的境界吼提较高呢，对唔捌的人，你较有耐心，敢讲解，吼，伊若讲一下子不能理解。一次两次，给他们多一点的机会，好吗？哦、好，那么这边哈、哦，网络上一样，来看过这个片子的举手，我了解一下。哎，没有哇，那今天这场、哦、我很多梗、哦、很不错。行了、啊，来，美国 CIA 解密档案，台湾真相一到五集，这帮罗马矿物来，各位好朋友，六人哈，安尼做连经典的抄哈，卖抄。我今麦我收这些资料东西哈，那今麦在上课，我们是现场的这个录，就是录影播出。所以您回家有沒有，你们如果哈，就是上网去打我们台湾政府官网，哎，找掉呢，他找唔掉呢哈，不要找错的网站去看错误的资料，找对了台湾政府的官网。我们现在上课的资料，初级班、高级班都有在网络上有。来，曾经浏览过台湾政府官网的举手，了解一下。哦，有几位而已，好少哦，各位。以后呢，咱啊有这个机会，咱一直来做东心，咱赶快是做吼，咱的官网的时阵，每天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上官网看资料，看最新资讯，随时注意你的手机。某一点吼，明仔载困醒吼，来给你拍个某某某，你爱去对修理吗？啊，你若吼无检查你的资料吼，林刚你的忘，你就漏失掉你要去报到的这个时间。所以要学习吼，我们上网去，不是只有回到。台湾民政府的中央这边来，你在网络上就可以随时更新你的资料，更新台湾民政府的卡波。广西炮告队、镜头告队，有什么新的措施、新的构思、新的想法，通通在官网上写得非常清楚，所以官网一定要看。那除了看官网，还有什么呢？来，佐证资料，网络上这个解密资料，台湾真相一到五集，这个资料哈。总共42分钟的样子，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回去的时候，耐着性子把这个档案找出来，哈，把它看过一遍。这个片子不是台湾民政府做的，好，所以来那个我们的那个中央志工的同心那个协助，我把它放下去。我们哈简短看个几分钟，让大家稍微轻松一下，哈。Many professors, researchers, think tank scholars, academics, and even members of Congress are confused about the subject of China. Some people who profess to have thorough knowledge of this entire matter are quite vehement in claiming that there are two Chinas. We are forced to ask, why does the U.S. executive branch insist on saying that there is only one China?Let's go back to the year of 2004, testifying before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on April 21st, 2004,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James Kelly, was asked to explain the underlying rationale for the One China policy. He was unable to do so. Unfortunately, from 2004 to the present, no U.S.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s have offered any further detailed remarks on this important issue. This is very puzzling to many people. In fact, the U.S. executive branch's insistence on One China can only be explained by reference to a branch of international law, which is largely unknown to most civilians. That is, the laws of war and their subset, the laws of occupation. With no knowledge of this branch of law, most persons assume that the dispute over two Chinas arose due to the Chinese Civil War of the 1940s. However, this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subject is in error. More accurately, the Taiwan question must be understood as an issue left over from World War II in the Pacific. Looking back at the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many of the so-called China experts seem to acquiesce to the idea that Chiang Kai-she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uld defin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October 25, 1945 Japanese surrender ceremonies in Taiwan any way he wanted. At those ceremonies, CKS military officers said that the sovereignty of Taiwan now belonged to China and proclaimed Taiwan Retrocession Day. Under the laws of war, however, which include the Geneva Conventions, Hague Conventions, and other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precedent, such an explanation is impossible. The surrender ceremonies only mark the beginning of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The conqueror has the right and indeed the obligation to conduct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conquered territory, to delineate any transfer of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 formal peace treaty is necessary. All military attacks, or at least 99.5% against Taiwan in the World War II period, were made by U.S. military forces. But General MacArthur delegated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for the occupation to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under CKS. Japanese sovereignty continued after October 1945, since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did not come into effect until April. 好，这边有没有很清楚了？好，所以呢，这边就很清楚。来，我们大家都有观察到一个状况哈，蒋介石先生哈，他在台湾的期间出席任何重要的场合，他都穿什么服装？军装。为什么？他就是代理军事占领，所以一定要请军装。代理军事占领，他就是一个代理军事占领的一个将的这个将官，哈，他必须着这样的这个服装。英国我们搞不清楚，我弄请干呢？原来他就是派来台湾代行占领的管理。来，昨天开训的时候，秘书长有没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说明？占领可以就地合法吗？不可以哈。我刚来到台民政府的时候，我听到那个笑话很有趣，用国宾饭店。我后来常把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人哈，经常就是说生活在我们生活周边的小细微的事情哈，我们都显而易见。那不过呢，对于放大到国家这么大层面的时候哈，我们却都会搞混了。住在国宾比较久的人就可以称国宾是他的吗？我们都知道不可以吗？来，流亡中华民国政府就是这样做。来，那么这个 Chinese Taipei， 我去个 Chinese Taipei， 知道吗？我也是来这边才知道，原来什么叫 Chinese Taipei， 就是什么流亡中华民国政府在台北。哦，所以呢，很多东西其实应该拢知啦。信不信你娘啦？但是他如果要走到国际社会上去，他还是必须一定要变通啊。所以他真正的这个像 Chinese Taipei 这样子的名称，他还是必须要拿出来用。那我们现在终于搞清楚了，好，我们的受降典礼不是什么台湾还给中华民国，这个我们一定要会跟我们身边的朋友讲，
好，来，童心，请帮我往下按，因为每次影片放下去之后，我就不能动了。28, 1950。好，来，请问一下，这个国防部下令他涂掉的那个国徽，那个叫国徽吗？谁知道那叫什么？嗯，下令白，那个应该是海军的那个。那个海军的那个军旗上的那个徽章，不是国徽啦，他们那个军战机上的那个徽章哈，现在都不管是战舰上还是那个飞机上的那个哈徽章哈，通通都涂消掉了。但是呢，那是一个精神指标啊！来，你下家举过国军引发国基层反弹，国军为谁而战？这个哈充满了矛盾，什么矛盾呢？不来人知道叫我矛盾，不来人安那看嘛是唔捌。国军，台湾这个地方需要成立军队吗？不需要，所以根本就不用国军。他们需要为谁而战吗？根本不需要。啊，但是一定要教育下来，无法度的状况之下，来这个徽章被拿掉的时候，伊家己飞去啊。所以啊，这种片面式的教育啊，这样子打压、强压式的这种教育，有无？敢连闹吼拢说过遐伊啊？安敢说会当来？会当敢安尼跟他讲个清楚吗？所以你刚才为什么林森秘书长带着我们去控告、去控告美国、控告中华民国政府？他们呢？而且就说美国的法官还主动告诉我们，能够申请一个赔偿，叫做什么？申请叫做是人权的赔偿啊！应受者的家。是袂当做的代志，那拢无理解。我们不知道他们不能做，他们不能叫我们的孩子去当兵，也不能够叫我们这样子去，就是去跟他做投票。拢无讲，因家己变阿做，就安那着，严重损害我们的人权。所以呢，我们要支持秘书长，好好的让他赔出来，好好的在流亡这个中华民国政府流亡他的走之后呢，好好把钱留下来，建设我们台湾，让我们台湾人民过得更好。大家说好不好？好好来，一定要好争取。哦，接下来这个小时哈、哦，让大家更轻松一点。我就说嘛，从去年的九月我进来到台湾民政府的时候，我一路上很感动。我只跟各位说哈、哦，台湾民政府哈、哦、是玩真的在玩，而且叫做什么玩真的。到后来哈、哦，我是看出叫做是拼真的啦，不是玩了啦，没有在玩。你哪个看到哈？咱家所有的东西有无穿到这号出去哈？我们那个叫做军容，军队的军，容貌的容叫做军容。你得惊呢？会红会惊？那种怕叫做什么？知道这是有纪律的一个团队，他的势力不同小，不可小觑，每当敢看轻就对啊。所以那边红大家看见来，各位好朋友，曾经参加去年的音乐会的现场的有没有好朋友参加过？新朋友当中。这些音乐会没有哈，来，其实这些资料，格林伯格在官网上都无，所以呢，你如果上官网去看，可以看到一些活动的片段。那透过我跟你们这样解说，我是要跟大家看出一些精神，看民政府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好，那么在去年九月份的这个音乐会哈，台北举办过，台北那一场哈也是军容浩大，全台湾。不晓得去了多少辆的游览车，你知道去几辆游览车吗？刚好没有去哈、喔。来，那天有去参加台北的，请举手。后面现场的同心有没有人去过？因为我没有去，我在高雄。来，有几台车去？听讲唔知个六十台还是偌济钱？加偌济人？加迄个整个会议室坐得满满的，而且我听到那个叙述叫做是什么？每个人都是穿制服、戴帽子，很有秩序的走进会场。你敢知影台北人叫做什么？那个叫做什么会场啊？叫做吼中国城了，对吧？对咱民政府的法理吼，就歹去理解嘛，就歹去接受了，对吧？中国城，中国人较侪一个所在了，对吧？可是吼，当他看到咱大明星吼，哎，瓦东，我们的人去穿这个服装这样子哈，这样子这么有秩序哈，因吼会惊。唔爱会惊啦，无会那因那袂惊吼，不会把我们当一回事。所以那样子一个那种活动，那样子一个浩大的军容哈，是真正要展现出来的，也是我们一定要在任何时候都要展现出来。所以等下片子当中，你也可以看到哦，我们所有的童星出去哈，起码收去折换力，
或是讲咧餐会，大家拢穿制服哦，那是在干什么？实习，我们已经在执行公务，我们已经在执行公务了呢。穿上制服来，我们的制服很单纯。每个人如果家里有像这样子的女生，我们的黑色西装、黑色长裤或黑裙子；男士更简单，白色衬衫上下的这个西装、长裤、西装，就是制服了。穿上这样的制服来到这里，你不由自主，你都会挺起胸膛。你干嘛跟高温起这会？你不是心高温这会呢？你连行动连外表拢高温赶快，哎，个姐姐滚犊子啊！你刚才我们在出去走法理的时候，这种活动。你去感动讲，哇！我老这个荣，我怎么这么光荣？会当跟这群人行这会，那是一个荣誉。我要跟这群人感动，好，要跟你来做分享。来，你看，当天当然邀请很多新的好朋友到现场去啊。我家己，我爸爸落去到高雄，我嘛邀请到我的小哥，好，我的朋友去到现场，去来看到这音乐会，好，因看到讲，哎呦，很多人那天才第一次看到台民政府，台民政府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要活动了？你刚才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在开始办理这样的这个上课，还是一直在控告？没有，2006年就开始了呢。可是好多人都不知道。可是从去年到现在，我发现很多人已经都知道了啊！这么多人知道的时候，我们的行动要更谨慎。秘书长公安呐，公吼，金马季的时阵不容许我们踩错脚步，咱袂当有一大波的七角擦落掉啊！因为更多人看到我们了，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言语，走出去说说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讲每一句话，代表都是民政府。所以我很谨慎，我很光荣跟各位报告，我所在的公司，我敢跟我是台民政府，你看到我的 LINE 上面就是我是高雄州哪一个郡，我是什么职务，他说你官做多大，我说嘿，两米就要做多大，我从来没有在怕，有人嗯要不要吗？为什么要怕呢？我跟大家讲，免惊，你的 LINE 吼，卖分做两个，真的不要分，你要始终如一啊！你卖暗砍啦，你在这个团队里面，你就是要去面对。你不要跟你的讲，哎、欸，你某某人，你今嘛是什么所在？你去我们骗去不？因为吼，你若敢面对跟你问的人，你卡敢真正去练啦，去练讲安那跟人讲，未晓讲带去酒里讲，带去群里讲，你安尼卡真正是咧有这个心为党咧做代志。那嗯，要不要跟我跟你在的好啊？安尼我讲你主书，你没有那个慈悲心，让更多人来了解啊？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发动做这么多的宣传法理的活动？为什么我们要那个慈悲心啊？因为呢，我跟你讲，一系执政啊，领干哪公安呢？隔天打开电视说，台民政府接掌政权的时候，您变了，那我们在一起都会惊吓呗。过来唬你，不讲我死也要唬你啊！这我拢气了了啊，也拢气了了吗？不会啊，因为咱无甲讲嘛，所以咱要用慈悲的心。那我们今摆不是讲吼，要争啊赢，要甲上太早，不是这样子讲，而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法理，是咱台湾这块土地的人，咱的权利爱何在？要得唔得？那是伊的福气啦。不管哦，唔过咱来甲讲嘛，讲林干呐一系执政了，你免惊遐，因为我们的诉求是什么？八个字啊，和平、稳定，好，然后那个无缝接轨，贝利啊，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啊。我们没有冲撞，我们没有流血，我们就是很稳定的，就是这样子接掌政权，然后继续往下走。而且我们期待什么？让大家过得更好。我们没有这样慈悲心。那用我的心态哈，你就不会去怕说，我来惊红看到我是什么官呢？我做什么官？如果都不能面对的话，为什么来到这边？要很光荣才对啊！我们可以建立起这样的心态吗？可以哈，来，谢谢各位，一定要这样做哦。每当搞到骗哦，秘书长讲搞骗人啦，哎，巴肚疼。所以我跟你讲，因为透过 LINE 有没有？我真的跟各位报告，透过 LINE， 你愿意这样子哈去真实呈现的时候不？真侪朋友会甲你问，我内底有两个同心，就是我英国，我伫台北，我福仁社的迄种朋友有无？看到我的 LINE 安尼吼，黄秀华你在干什么？我就跟他讲，安尼卡里白，我咪去讲讲，但是我 LINE 上我七八百个朋友，看到的人有兴趣自然就会找我了。我需要去讲宣传吗？唔免，但是你就是光明正大，你的相片摆起来，徽章摆出来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的名称就打上去，很标准就上来了。你的人。是你的人，你的机构，你的伙伴，突然的
自然就跟着你来了。好，这个不要隐藏。来，好，来这边看到我们的好穿制服的，后面都是我们一些新朋友，真的是军容浩大。哎，为什么这边没有改到？好奇怪，这是2015年，刚刚我有请我们帮我改到。来，2015年迎新会有参加迎新，今年2015年迎新会的请举手了解一下。好，职务被带的啊，新朋友没有了哈。来，我们2015年的元旦哈，今年的这个新年的迎新会哈，就在隔壁的空地上举行的。今年呢，这个年度我们用的就是一个园游会的方式，当天的维安哦相当严格。当天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也很多新朋友来。好，那天整个挤得水泄不通，全台湾真的来了非常非常多的植物的人。来，那天好一个非常热闹，很有活力的，好一个一年的新的开始。来，这个是来看个这个文告，这篇的文告好非常清楚啊、哦。我所找了这个资料，还是跟各位报告，官网上有。那么这个资料上面呢，很清楚写的我们台民政府的论述，我们什么依据，我们2015年有什么样的目标，这边都有这个文告。我希望建议各位要看，好不好？建议各位看，这边不各位带，但是有这个资料要看，官网也有。好，因为资本无可能准备遐侪，好后来叫人家做新朋友体嘛，去官网看就有啊。来，誓词迄天1月1号，好，各位都知道嘛，总统，美国总统要就职要怎么样？要不要宣誓？要宣誓哈，要一手握着圣经，一手好这样子对着上帝发誓，对不对？那天我们每个人职务兼带的人，我们每个人都要写这份誓词送交出去呢。各位没有看过哈，来跟我再一次复习一下。我的名字是黄秀华，是台民政府高雄州的学员，被分派职务为中央内阁厚生劳动省。于事已制成，恪遵台湾民政府法令，以清廉、公正、忠诚及行政中立致辞，关怀大众，勇于认识，充实专业知识及技能，维新改革，心力除弊，为百姓设想，效忠台湾，提升台湾民政府执政效能，为台湾谋求最大福祉。警示立誓人黄秀华，西元2015年1月1号。每次初级班上课，我再一次宣誓这个誓词。我现在在做什么？我起码马在执行外勤务、执行外任务的地方，我必须把台民政府很重要的法理论述的基础，以我的感动跟大家来做报告。所以我表现出来的东西一定要是正确的。如果有错，请各位一定要跟我指正。我的都有录影，都有录影上去。如果我讲错，一定要跟我指正。我务求每一次我跟大家讲得非常清楚。我希望各位在初级班的时候很清楚为什么来到这边，还有哪些地方要注意的。所以哈，来个台湾民进户哈，我跟您讲，人气也愈来愈侪。为什么？我们有个诉求，唔卖骗，骗进来的不会久，大家认同吗？骗你来袂久嘛，真正确的，开蛋黄加骨等的咯。你点心，所以我头壳讲的。我的表现啊，咱所有每件来表现啊，就是为着咱台湾民进户迄点心啊，咱所做出来的行动，方会信任的，人基本上咱台湾民进户就信一半一样。因为讲，哎、欸，你这个团体所教出来人，跟外口无同款，我要跟你来看卖。所以每件是最要紧的。反正你卖偌济，搁一回事。问题是咱的心态、跟咱的态度、跟咱的行动。各位当家教授吗？这点是最蛮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讲吼。我为高雄起来，不管我忝我暗，不过我咧甲大家建议时阵，就是我有做有教。我做人个媳妇，做人个妈妈，我做一个女性，我不爱我个囡仔后摆阁去老，我无爱，所以我走这条路。我半暝啊3点起床，我4点半坐车起来的时阵，跟我们高雄做同心一起上来的时候，会忝无？甲各位报告，会忝。但是是安怎？我迄点心嘛，我即马无病，要等到何时啊？不是这样吗？所以真的，你当你想到我就觉得说我有把我那个使命感，我有带到了，我有想把我这样的感动跟我这个行动要给大家报告，这生命都要付出。所以呢，看他们，咱看他们大家来看，安那看报纸了对啊，很多报纸我们不会看，我也从这当中真的学习很多。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好了。台民政府秘书长哈，这个我们的这个秘书长夫人哈，华盛顿记者会。这个片子呢，应该明天上午哈，我不晓得那个我们的秘书长会不会跟各位来分享。片子上，其实我们官网都有，
这边不放，八分钟回去有机会一定要看，很感动。虽然是英文来讲，不过有中文字幕，回去自己看。我要跟您报告下面回呢，报告伊的花絮就对啊。有一个足要紧的态度，嘛是让大家足骄傲的一个态度是安怎？咱台湾民进党吼，忽然插队去到美国的这个国家记者华盛顿记者会的那个大楼里面，穿制服嘛，来到这个大会场那个环境的时候，其实西方人、美国人吼，对我们这样的。就是黄皮肤这样子面孔的人多多少少一刚开始哈不当一回事啊，想说你来干什么啊？那一大堆人请假呢，唔知被改咧尊敬，现在他搞不清楚啦。到后来哈，夫人跟他讲一句话：我们是来自台湾民政府，我们都是一群志工，我们是为了台湾的国际地位、争取国际地位而来的，我们都是一群志工。来，清稿姐。妹妹，什么叫志工？没有收钱，付出，丢。为了一个理想，为了一个目标，自己付出时间、体力，甚至金钱，为了那个目标来付出，那个叫做志工。那么欧美哈，对志工哦 ，volunteer 对这样的志工哈是非常尊重的。一看到会惊呢，这顿人他说：“哦，全部吗？”对。全部都是志工，弄家己自费呢，自费机票、住宿都自己来，为的是什么？要来争取台湾这块，争取把这样的诉求给让全世界人都知道。知道这一片的点阅率已经超过多少了吗？一亿人以上，抗铁棒喽！所以网络是无远佛界惊西人啊！一亿人超去点阅过这个短片，一亿人次了，我不敢说一亿人，一亿人次了，基本上我自己看过两三次，好不好？那应该是很多人看过，至少几千万人看过了啊！哇，过了汉尼亚侪人看，给咱台湾人家己唔知呀，那是贻笑大方。所以等给咱家己爱看，我们在诉求的是什么？那惊是啥物咯？那过啥物会？那惊啥物咯？那家己爱知。所以呢，秘书长夫人跟我分享，伊讲吼，当因为他要上台前司仪一定要有个司仪嘛，吼在旁边就是介绍他上来。当他跟他说我们这一群这么有秩序的人，通通都是志工的时候。夫人公哦，他司仪有没有？他说他是以非常光荣，他说他简直是立正站好的姿势。他说他是非常光荣的去介绍来自台湾民政府的林子安女士上台，他是非常荣耀的。这个就是在执行公务，就是在帮台湾民政府做事，而且已经是跃上国际的舞台了。哦，那种感动，所以我们都是用志工的心态在做这些事情。在还没有执政之前，每个人都是志工，每个人都是志工，包括夫人也是。好，来，那我们就控告哈，已经有送去了，但是就是跟各位报告哈，他们这个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在5月28号已经提出答辩了。好，那我们这边呢也会就是就是继续的哈，来这样子哈，提出我们的这个论述。那个时候呢，美国呢，我们的5月17号呢，在日本哈。控美案呢，在日本的那个日航酒店呢，有办了一个记者，有办了一个说明会，哈，办了一个酒会。那么美国政府呢，帮我们在网页上呢做这样的广告。啊，我是后来看到这个，我觉得很好笑。哎，这条的广告，因为我们台湾政府的这个哈曝光率就很高嘛，因为美国把它做的公格嘛。啊，结果呢，来这个台湾这边有没有自己去做这个版面了，对吧？他是干什么？他就说哈，这是一个叫做是什么申请一个什么基金，一个基金会啦。意思是怎么样？来呛就对了。你有版面，我也有。啊，这意义在哪里？不要，真的，我们好做任何事情，真的是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做重点的事情啊！不要做这种无意义的事情。人家有版面，你没有版面，你可以在别的地方多琢磨、多认真、多努力嘛。你来杠清这个版面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要很清楚，不要跟流亡民，就是流亡的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哈犯一样的错误，便宜行事。不求实事，专搞就是，比如说啊，贪小便宜啦，走后路啦，这些已经好行之已久，这些很拿不出台面这些行径哈，咱只当卖耳饮啦，好，真的没有必要。这个中情局啊，那天夫人还跟我分享一个，我回去看，我写害桃。中情局说哈，我们如果这么弱啊，我们如果还是一直这样的品性、这样的行为，我们的性格上、民族性上是这么弱的话。美国军政府怎么敢把执政权交给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去提升自己，把自己的实力提升上来，够干干赶快的喽！因着跟咱走，生活赶快。
这是很严格的事情哦，很值得我们每一个已经是政务官的人，也是每一个即将成为政务官的你们，我们大家来思考一件事情。那我们是会当比今麦人做得较好，为什么人比国家高好难？那有什么资格会当讲咱会当做得比国家好？咱会当讲会出来？咱有这个条件来讲高好不要紧。人民政府事情诶，大家敢讲一句话，美国伊敢讲唔高吗？马上交，问题是看得到吗？我们能够表现出他看得到吗？看不到没关系。所以呢，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活动来带大家一起看。好，来这个媒体哈，从这个四月份的这个建走哈，这个资料它上面写的非常清楚了。我们是一个平民政府，这一份的报告在我们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公布栏那边也有哈，网络上也有。这篇是很正面的一篇，很完全把我们台民政府的这个立场哈，跟我们在做的任何事情都写得非常清楚，一个很简短的报告。这篇很推崇了哈，可以跟大家介绍。这篇我看过了，有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报纸哈，因为这个时候这一篇哈是这个苹果日报的这个 A3 全版的对啊，当天出来的时候我吓一跳。我所有朋友跟我说：“好、哦，黄秀华，你惨嘛？你看你民进户出包啊！好、哦，你害啊！你……我说真的吗？啊，你为什么现在会告诉我这件事情？因为一注意到啊，所以呢，先给各位报告，赖鸿华的朋友头一个，伊知道黄秀华在台民政府，第二点，他吼、哦、在等着看说你惨了，你们完蛋了，你们要出事了。啊、后来没有出事，有没有？没有，没有出事代表怎么样？他会有兴趣哦。”哎，公家呢？恁真正啊，真正有四万人啊来办啊吗？有影啊！啊，恁真正恁的环境拢安尼吗？恁拢诉求安尼吗？对啊，有啊。所以呢，当我第一次看这报纸，我的那个反应的时候，哈，回来专心的时候被秘书长骂，秘书长说空空啊，连报纸都不要看。那这篇看销量我还好嘞，来，安那好恁刚才唔捌看过吼，来，带大家各位，这个是整篇的一个状况哈，来分段，这个他。媒体嘛，他就要引起，就是引起注意的诉求嘛。伊若无看遐个遐文字吼，你无可能去甲注意嘛。伊先安那免学费配房屋吼，用这个虎视万人。你看到这个红字这么大有没有？吼，哎，甲注意看卖哦吼。来，阿哥在这个论述，我跟各位报告，任何人跟你讲台湾民政府未来有什么一个有怎么样的这个愿景构想，是确实做得到，而且跟各位报告只会越来越好，可能也不止这样。我觉得这样子还太小 case 了啦，但是呢，他用这个就是很吸引人，没有关系，我们继续往下看。好、哦，我们圆桌来，各位你给我看到，我们你一进来到就是说中央办公厅的时候，往后面要、啊、往这边教室走的时候，在你的左手边有看到一个新闻室，有没有？那个新闻室，那个专门要干什么？以前没有那一间呢，是为了后来有没有？哇，实在是太多的媒体记者一干干来给这个站照卡嘞，无穿一件啊，敢交代这个比赛啊？所以呢，特别发了，就是说去整理这一间的新闻发言室，而且呢，要有发言人报告。所以呢，现在我们各州郡哈，一定要有发言人。各位同心，如果在外面，比如说我们如果去参加各州跟郡的这个法理宣传，有无？有记者在你后壁跟你问讲，哎，小姐、小姐、先生、先生，啊，恁这是啥物会？你也讲讲，哦，感谢恁给阮采访呢，吼，啊，阮有发言人呢，伫遐。你们每一次活动一定会有个媒体的这个接待人，一定要跟媒，所以我们的组织哈，我们的行动是非常严谨的。当你们活动，别人在问你的时候，你们拿好麦克风，啊，对对对，我真欢喜，看镜头，你家己笑真欢喜，啊，对，阮台民政府哦，这样我们是要给国民党踢出去哦，哇，安尼好呢啊。唔通呢，拜托诶，吼，很高兴。现场讲啊，你讲我吼，你看我做侪人吼，哇，我就是有一个理想。来来来，你若有兴趣来，我甲你介绍。我有一个，我请我迄个我的发言人吼，甲你讲。安尼，统一发言吼，不会出错。啊，若讲唔对吼，无采讲，啊，有一个机会来吼，替咱做做好个宣传。吼，这个咱大家吼会当共同吼为民政府做更加好个代志。来，上课要加6000元，请稿姐。食宿不用钱吗？吃大不用钱吗？所以哈，这都是媒体哈这种炒作哈，让人家觉得说是你不知道该怎么。我们要自己建立起个正确的这个态度，叫做使用者付费的态度啦。使用者付费，来这边的吃住，这么多的志工同心给咱服务，对不对？但水拢不用钱吗？摕到钱叫做诈骗集团，摕到钱哈，来当。替咱找头路，
有这么好哦？有这么好的事情？来到台湾民政府，过了五关，什么都不用做，执政了，落你一个官做，这样才有公平？公平吗？那对前面那些已经投入四五年、六七年的这些童心，公平吗？不公平耶。他们真的是流血流汗的，为这样的一个法理在拼耶。他们忍受了多少的嘲讽，活得这样笑，活得这样批评了，走到一路走到这样时，他们确实真的很不简单的。我真的心来做配合这些先行，我们更早之前的这些先行者，他们早在我们还没看懂之前已经懂了，而且一路走来，胳膊招向起，那是打地让他进步的。所以呢，这些文字，哦、我们要懂得怎么看。安那看呢？秘书长敢搞了哈。这个、哦、已经有四万人了哈，也好奇不？哎呀，你真正人做一人搞，会搞来代表讲伊知影，而且哈也注意到这个消息的对啊。那我们从这个报道上面呢，就知道说，哎、欸，我们台湾政府出入管制很严格哦，那的桥梁哈都是。就是我们的这边的配置啊，不管就是说我们有这个餐厅啊、中央厨房、咖啡厅啊，我们的这个组织运作是非常健全的哦。一下个做检测全版呢，吼、哦，真正是咱老婆提钱去替咱做个这样好的功格啊。来宣传台民政府之后的福利，他只有写免学费跟配房屋嘛。重点他就是说排除每一位台湾人接受教育的这个经济障碍跟这个就是购买房屋的障碍，这两项就是我们人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两个资金的需求啊，都由台民政府来帮人民解决了。真的啊，我哥哥自己本身办学贷啊，好、哦、读大学念法律，自己就已经背了学贷啊，出了社会工作先还学贷再来抢房屋啊，房屋上还没个着落啊，所以大家心都痛苦。能够把这样的这个资金的需求，这么庞大的资金需求，已经把那些科路可能一旦处理起来。然后一旦我够较轻松的啦，不用活得这么的辛苦。好，来，台民政府组织架构有六州的知识哦，而且我们不是只有中央机构，有组织是怎么样？有州跟郡哦，按来六州哈、哦。所以说各位，各位报告，今天再去专训的时阵已经确认哦，来自各州的那个州这边哈、哦，每个礼拜天都有参会。啊，你如果不认识自己州的州那个知识有无哈、哦，来。你的主要任务，迄个州的办公室对不对？家己吹去，六点半，我选六点，还是五点半就开始啊？有参会就去参加。你会看到知识是啥物人，恁安那运作，甲恁中央遐江苏咧讲的是真正假呀？你们去检视他，有问题的话，你们就可以大可以说，哎，你们到底是讲真的讲假的？大家共同啦，来一同努力，不要说互相监督啦，大家互相来勉励，来提醒，哎，民进会如何如何？好，来。那么宣告呢？这个如果要来台民政府这边，不要只是抱着来找份工作，这边是来干什么？这个公告之后呀，以国际训练国际法理，哈、哦，来了解国际法理跟培养执政人选的地方，什么人都可以来。我们的职务跟自己写呢，依照我对，比如说我要去郡啊、去州啦、啊，还是我要做议员啊、做内阁，我家己去登记的。所以你若过了五关。你要登记什么职务？你家己要理解，唔通黑白添，人家你讲你黑白写，要衡量我们自己的时间，哈、哦，还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就是说以往的工作经验，还是你以后想要做什么？你要登记在哪里？我们要自己思考清楚，慢慢讲，家己黑白写，啊，你要日后再来赚，好、哦，这个部分要很认真看待。咱叠加每一个卡波了，对啊，然后来，那介绍了我们的这个目前的领导人，哈、哦，就是我们大家长林志珍秘书长给大家认识。那么还有呢？报道这个真相，什么真相？台湾目前是在美国军事占领中，那个拥有台湾的这个土地的主权是日本天皇，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是他是目前是占领，好、哦、托管被就是我们这个是被他托管由他来管理啦，管理台湾。好、哦，目前我们这个地方，那么呢重申什么？台湾政府我们要赶走。一下那洗开黑了，我跟你讲，时间到家己都爱走了，咱不用甲赶嘞，不用我们赶啦。这个哈、哦，美国军政府哈、哦，自然说啊，你做不好，我要个换一个人来做。好、哦，由当地人家哈、哦、已经自主的一个民政府、平民政府，让家己对伊个宽更卡了解，能那居住在当地的啊，你做不好，那你回去好了，来交给这一批人。好、哦，这样子怎么样？我们非暴力，也不用武力，我们不用去配合他。啊，
以要求咱做不该做的代志，咱根本就免做，免该去算计啦，对不对？好、哦，那么他这就是结合了这样的一个理念。来，我们这个快速看过，我下面有很多的片子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有背书哈，所以说台湾民政府啊，有没有违法？一路走来这么久了，有违法哈，这个。早就警察机关一天到晚找上门来，都该大轰掉啊，对不对？你哪有一个国际法，没有一个那个法理，还是没有一个基础在的时候，那我可能回来，我们这样算大型集会了呢？那那警察是不合法的时候，他哪可能放给我们在这边这样子，对不对？他们是说啊，自己就睁只眼闭只眼，好西搞的搞啊，西基啊，天时地利人和，西基哪搞行，该安哪嘛西安哪，也是要接受啊。所以他不会来找我们麻烦，但是我们要自己做得好，做得对，把我们的法理给认识清楚，把我们的脚步踩稳。好，来，那么都知道我们这边目前的这个地址啊，哈，所以前一阵子很多人来啊，弄点门看看他排队啊，恭喜未来看麦，所以我们维安有提高，维安有我要的这维安的层次有提高。啊，所以说各位来专训的时候哈，不要带危险物品，所以危险物品就是说哈，可能就是异状的比较可。容易燃烧啦，还是说那刀啦，这些水果刀都不要带啦，好，这样免得引起在维安的时候检查时候造成困扰这样子。好，那么在这个媒体报短，这个我们台湾政府他用全版报道，哪一种可能性呢？以下公，如果是美国受益啊 ，Happy Bird， 因为他的措辞这么的耸动嘛，所以做一人看会到。那看到是安那？好，咱来个假设，如果是美国受益的时阵，是要协助到台民政府，让更侪台湾人了解台民政府，还是去了解到目前台湾的现状。但是负面报道呢，也在考验我们呐、啊。所以你是秘书长公安呐，我们呐、啊、不能够出任何差错，在这个时候不能出任何差错。好，那如果说是这个。流亡政府以朱树文呢，想要借由负面报道阻止民众来接触我们啊，如果打这个算盘就错了。更多人来关注我们，更多人因为看了报纸自己打电话来上课的，是真的啊，我上次问过了。哦、那么他这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期待说，我们受不了负面报道，自乱分寸，他这个如意算盘也打错了。如果是这样，他也打错了，因为呢，秘书长哈、哦，就保定啊，敢安讲。就严肃跟我们说，一步一脚印，惊知惊好，免惊，无啥物通好惊的。伊这篇报道都在感谢，所以完全没有乱，没有自乱阵脚的状况。还是中华民国政府伊想讲延缓他离开的时间，不管啦、啊，反正这篇报道已经引起注意了。那我们要懂得解析，懂得怎么看。林干老讲讲，哎、欸，恁看那些报纸，给恁写干呢？人给恁问会晓讲吗？好、哦，要那个，哎，那你觉得里面的真实性有没有想来了解看看？一旦敢邀请，好、哦，那、啊、当初呢，这个就是这篇报道记者呢，他去问这个 AIT 的警卫，啊，警卫是在台湾这边请，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请来当地人，他们不会去了解很多事情呐，更不懂得法理嘛。这跟他那，跟他我们如果住大楼，我们去问大楼的那个跟他楼管哈、哦，这个是保全人员去问伊啊，谁谁谁。哪家有什么事情，他会知道吗？不知道啊，所以问错人了、哦，所以那一点意义都没有了。那么这个这边讲到哦，记者去问这个美国在台协会的官员没有回应才是重点。叫下的重点，通常呢，官方不否认又不方便说明的地方呢，就不回应。好、哦，所以这个是一个。政治的美感就对了，人无甲你欢迎，人无甲你否认嘛，无甲你承认，也是无爱讲，都唔是司机都无爱甲你讲，你安尼伫问啰啰嗦，都无爱甲你讲，袂使嘛。就是这样子一个美感，哈、哦，所以我们要观察啦，有看得到的不一定是事实，没有看到的不代表没有发生，也不代表那是错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要从很多东西当中去好、哦、发现，去观察出来。来，我们的这个身份证呢？USMG， 好，这边有写 USMG 是唯一呢，授权就是我们的这个是晶片的身份证，那么是送到美国去办的。来，各位跟各位报告，办身份证金额不是1000块的举手，你不是1000，不然你多少？你几千啊、哦？懂？我讲几千啊？几千对了，然后串起说那不是几千就嗨啊？来，跟各位报告，办新婚证哈，办台湾政府身份证哈，金额就1000块。如果你是补办的话，500块，没有就这两个金额，没有在其他的金额，没有1200，没有1100，
有没有一千二、一千三？就是五百跟一千。因为呐，讲到钱的代志，要讲够清楚诶，袂当含理合理。这种很小的问题，但是一辈子只要办这次身份证，好、哦，除非怎么样的状况，就是讲我们要拜托人家去帮我们户政事务所去申请户籍誊本，或者代刻印章。那你的朋友跟你说，啊，不过跟你收集一百块，帮你代办，这样。所以代办费跟办身份证的钱要分开讲，要讲清楚，哦、不要让他觉得说，啊，你的身份证我要办清，我要办一千，那是安怎样？不可以，我们做事情一定要精准，尤其碰到钱的事情。啊，够哦，我靠哈，够那种三百块，有听过三百块的无？有哦，啊，够一百块资料嘛，跟咱做讲的，啊，就不是晶片的。我要搞清楚状况，认清楚对象哈，不要办错了。来，我们的身份证呢是美国军政府下的身份证哈。那么他说主权国家才能够发行护照，那我们台湾是被占领地，不是主权国家，所以呢，我们其实护照也不是也不对的。我们有干什么？我们是要有这个旅行证件，我们是用旅行证件。就好像哪，就像日本琉球旅行证件一样，你要有主权的国家，你要是一个国家才能够发行护照嘛，那台湾不是嘛，所以我们才要用旅行证件。那未来很快，那台湾政府的这个旅行证件很快就要下来了，好，跟各位报告，所以你可以准备，如果想要办的话，可以跟州跟郡哈这边来做这样的一个洽询。那么来，不是台独或总统，这个很重要，拜托这个部分哈，如果一旦有这样的状况的话。一定除名，或者会跟你规劝，不然就是除名哦。这个部分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哦，拜托。来，我们的车牌，我们的车牌什么颜色？红色哈、哦。来，啊，只能够我们如果申请到我们的牌车牌的话，只挂红牌可以吗？不行哈、哦，拜托。我们不要跟目前的治理当局跟他冲撞，我们是要和平稳定、无缝接轨。一白牌那个白，那个挂红牌那嘛个挂，哈、哦、啊，这个警察大家不会找我们的麻烦。但是我们也不要去挑衅他，让他知道说有我们的存在，这样就可以了。所以你们要申请这个车牌的话，可以到州这边去申请，好不好？我们目前的这个办理车牌哈，都是在州这边办理。来跟各位讲到，为什么我后来有机会能够来担任到讲师，就是因为台民政府在推动会计 SOP， 那是技纲嘛，技纲的小是上简单的呀、啊。我们有什么收入？你刚才？收入就是说什么办身份证跟办车牌，还有去参加参会的时候，大家自己随意乐捐的钱，捐的这个钱，那这个钱捐进来还是收到了钱，那个官吏要喝水啊，不是青菜要白收收的，啊要赢了青菜出去，敢袂使安呢？袂使呢？台民政府哈、哦、是玩真的，而且是叫做做真的了，对吧？所以也银行好不好清清澈澈，我跟各位报告。之后更多人要来办我们的身份证，现在你要怎样来办？那要有一个流程表，什么时候谁来办，还是谁领走，清清楚楚的。没事，刚才这个是很细小的事情，很简单的事情，我们就有跟州跟郡来跟他们大家一起来勉励，大家来要求。这种代志吼，麦红刚刚会怀疑啦，那讲去对办一个身份证，办到后来会找无，啊，心在不可。没，我们在给腿上尿哦，这个是很糟糕的。啊，共同提升这种行政的效率，从这一点小事情上，我们就开始在要求。这个不打紧呢，这个账的部分，钱怎么进来，谁要签名，钱出去怎么出去，都要有人决定。来，什么叫做劲敌？来，这位先生 ，Q 你，什么叫做政治？依什么人管理众人之事？以众人管理众人之事，称之为政治。所以呢，尤其今下的代志有无？会当一个人一个人说了就算吗？低俗、滚秀，讲安娜就安娜吗？可以这样吗？吼、哦，安尼可能就弊端就大个哦。我甲你讲，为虾米吼？我讲这小物件，我会做惊就是安那。秘书长讲吼，以后台民政府只有两种刑罚啦，一种叫做鞭刑，一种叫做死刑啊。啊，那个钱行也袂好无吼，一定头前吼掠起来鞭刑诶，所以吼、哦，这钱行一定爱掉了掉啊啦吼。啊，你看他这个账的部分，这些童星呐、啊，你知道这是晚上呢，各揪各滚，弄得开这个会计的课程，晚上七点半，我从高雄区来到这个台南的这个安平这边帮他们上课，上到十一点，大家都不想要走，学袂晓，我们刚等起了掉啊，下个礼拜还要继续上课。
在东兴有领钱吗？无学晓安那。唔过，因就是这点心，我不学会不行啦。家拢做做拢滚秀，嘛是拢是滚来的会计人员，一定要学会，要跟着中央这边发布的指令，好去走，把这个账，他们的账，给各位报告。大家民进户今嘛在滚，在揪，会笑无？大各位。第一礼拜拜六要送到中央这边来过，要来这边审核呢。因的钱行入来，有存去银行无？好、哦，有人签名无？团票有人签名无？有照着阮改 SOP， 好，就是依照着这个中央颁布 SOP 去做，要、啊、送来审查。你钱出去更严格，钱起码是取款条来凭证来中央登印呐，滚去州里登印呐。为什么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吼，咱台民进会小。清清楚楚，无招相的所在，够也一旦放心。你们捐献，如果去到参会，还是邀请人家来办身份证，一点一度的钱都无乌白相，拢招白，拢未招相的。这个是民政府对大家的一个诚意，也是应该做得到的事情。从这么小事就应该把它完成，好。所以呢，你看大家加零金，暗时迄间真的是印象深刻，到十一点，大家还不走。那么除了在地方之外，中央也是上课，这些好、哦、我们就在大教室那边上课，各州我们那个各个族群，各大族群，中央内阁议员每个人都要学，学不会、哦、回去州跟郡再继续学，一定要学到会。各位如果有进来有机会成为同心，也请你们要学会回到州跟郡、哦、大家一起要把这个账务的部分把它了解起来。来，各位要给大家看，来，什么叫做军容？台北州宣传的法理，这个是影片啦、啊、但是这个影片我一直签不进去，所以呢跟各位分享有些照片。6月4号现场有去参加到台南6月4号大游街的，举手一下。感动啊，感动啊，真的是我这一片我看好几次，看到自己会掉眼泪。来，这个照片呢是由王义明同心提供，标准姿势的对啊，双手拿啦，这叫做关东旗。大家，你敢不知道那天几度？那天几度？请教一下。穿上制服大概34度吧，在身上。汗流下来，到这已经整个都湿的。我看到照片里面有我们的中央参众议长，还有我们的姿势、哦、真的，这个叫做军容。台民政府已经在执行了，已经在执行我们的政务了，执行我们的这些个勤务了。你看，这是咱的队伍，咱的队伍，走较紧嘞。各位还不够，还要跟大家分享其他的。这是我们的队伍，有维安、维持秩序，这就是我们的军容。维加黑起，赶快，好，来，这个。出发前就要整理整队，发旗子，中央参众议员两院的院长年纪不小了，一起走，刘姿势在后面，他一定好，这个是感受很深刻。刘姿势再举个手给大家认识一下，刘姿势那天34度，他带的队伍这样的军容，我真的很感动。我今晚给不普通给他听，这是一种感动，发自内心的感动。这些人很多年轻人，你们上班吗？低俗会当在厝困无？会当啊，在厝吹冷气敲敲就好。为的是什么？台民政府的未来，台湾的未来，以。流汗代替流血，以旗杆代替枪杆。查某囡仔吼，上惊拍得到啊，热到要死。你看大家安尼笑，就热呢。迄两句我面后面臭啊，结果你看是那样子的，也是那样的笑容。这少年家真正让我真感动。各位看到是啥物货？
潘明政府，安尼被世人感动吗？中华民国流氓政府袂惊吗？伊爱惊，伊真正爱惊。内底足侪拢滚修，都是以后各位地方的长官、地方的官员。你看这些女性，你看看这一位，这个神情，专心啦、啊，这个专心叫做执行这件事情的那个态度啦，那太多了。你来看，上网挑，穿上制服，规都请制服呢。你看这泥灰。几岁？大家想看吗？赶快压压停停！你看，你看，暑假要到了，孩子带出来，你看，这查某那个笑个安尼，我实在想象不到，三十几度还能这样子笑，怎么笑得出来？有啊，爱参加，我邀请你，你一定要参加，你看，你卡真正。来，这嘛是一个滚秀，你看大家笑到安尼，有影三十四度、十八度啦，我大家当笑安尼啊，姿势，我袂当理解，唔是啥拢淡的吗？唔是拢淡到安尼吗？啊，真的，咱为台南州拍拍者，好了，谢谢，帮我切掉这一段，不是只有台南州，来这段帮我切掉，然后帮我往下跑，不是只有台南州，台北。从宜兰到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给各位报告，你们只要上官网，上到官网啊，就会看得到。来，新泰郡和赵姐，谢谢。为新泰郡，这是打尾的，因为他们6月24号要成立，那么他们就21号的时候哈，有先去做这样的一个宣传。来，帮我跑下去。这个是哈，他的那个宣传，他的那个当初的那个他的那个报道。哎，没有吗？删除了，哇，糟糕，不好意思，那往下跑好了。还有，来南投郡，他24号要南投郡要成立，22号哈，他们就有一个在台中做大游行。台湾民众党，加油加油加油！大家做会话口号，希望等一个游行会当顺利。人民团体台湾民政府经过真侪年的努力，因为因会伫今年正式来执政，所以伫台湾各地设办公处。24号是南投办公处的成立大会，所以今仔日先举办游行，希望南投的乡亲到时阵会当来参加。这是按照国际法制定的命令。因为我们台湾民政府在今年即将会执政，所以我们全台各地的话，每一个州、6州都继续成立各个郡办当中。那我们6月24号是南投郡办成立的大会，所以我们在南投郡办成立之前，就是今天6月22号，我们先行举办就是整个台中州的大游行。副秘书表示，为法律原理的角度来看，目前中华民国政府其实是一个违法政府。日前，因已经伫美国控告中华民国政府，目前嘛在进行答辩，今年应该做健款的转移。台湾民政府它是依据国际法理、万国公法，然后所成立的台湾民政府。所以，因此我们在今年的话，即将执政，是因为我们已经在2月28号。控告美国，然后6月17号我们提出答辩，所以因此在美国这个部分会有判决下来，所以我们今年即将会接掌政权，以美国军事政府跟中华民国这里做和平的转移政权。因一群人加上车队，为中兴路的办公处出发，沿路经过中南路、民族路等等的路段。因希望这次游行会当达到宣传的效果，在成立大会迄天，南投的民众会当做伙来了解因的理念。记者吴维麦采访报道。好，谢谢。来，两位大中州，感谢拍声。所以呢，台湾民政府的任何行动是有计划。各位你有看到无？24号要成立的郡，22号开始游行，23号见报，要扩大，让更多人去了解，扩大那个认知。23号的《自由时报》的报道，
就是不同篇幅呢，我不是随便抓一张，然后好几个，是不同来自不同的地方的那个不同地方的这个报道。好、哦，各位，初级班的同心，第一恁吼，这样人辛苦吼，我跟恁行过同款，超级班、高级班，然后呢，法理点招、职务点招、职前训练，搁有呢，逐个月来到中央专训，一路行来，恁会听到足侪足侪的法理。我其实要甲来讲，要跟大家分享，在这个团队当中，咱的法理是正实、是真实的、是正确的，大家会当甲记好清楚。要和大家、甲大家分享安尼的行动，是要支持、甲大家支持什么？恁敢知？支持说，搁较侪人行伫恁头前，搁较侪人。我拢毋是戆个啦，行伫我搁较头前遐侪人，因嘛毋是戆个啦，因是比咱年岁搁较大，对咱搁较大期待个一顿神拜，因拍下那天下，等咱甲接落去，所以咱来行着咯，而且爱做更新甲行落去，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些年轻人真的看到这些年轻的面孔。我给大家报告，真的，咱大明进户从十年、八年前到现在，我们的生态已经在改变了。因为秘书长一路行来，始终如一，所以大家要认清楚，我们走的、我们在的位置、我们在的团体是怎么样的团体，不要再有任何的犹疑，很重要。所以你看，我们在美国。在日本跃上国际的版面所做的任何努力，在台湾六州各郡要办参会要办的这些法理，我们的重点是什么？要把法理宣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真的，我们要有这样的慈悲心。有这样慈悲心之外呢，让自己要有更新啦，要那坚定的心，吼，才能够一起走下去。那我这说在这么多州，六州的这么多的郡的地方。去张抓恁摕嘞，欢迎你们有机会就去到那个郡，去跟他参与，去跟遐人识识，遐阿伯拢是咱的同，拢是咱的同心，拢是咱的同事的对啊，吼、哦，爱跟因去，吼、哦，会当讲有识识，咱就是因为有思考到未来，咱今日开当伫遮，咱若无思考未来吼，咱今嘛伫遐厝困就好，找恁去就好啊，免遮辛苦，看遮尔啊济，跟咱有关系吗？有很大的关系，咱才会在这。那因为各位呢，咱就是一群有思考到未来的人，有期待、有理想的人，咱今才会在这。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各位啊，初级班、高级班，每次三天两夜，我真正是感觉吼，我嘛做，我往回头一看，讲奇怪呢，我哪会当坐三天两暝啊？同样的。我要敬佩各位，你们坚持下去，往下走，你们吼得到跟我同款这种的感动啊！而且真感谢，讲有这个机会，会当行在这条路上，真正你会当会去啊，有安尼的体会。世界上啊，所有吼伟大运动，那跟某种理念有关系。我们是什么理念？我们的理念是什么？你的理念是什么？把我们的台湾的地位正常化，让我们很清楚我们的位置，很清楚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应该的是，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生活才对，不是这个样子的，不是一直被人家蒙骗下来的。所以呢，咱的美丽新世界，在咱家己的心中，嘛，在咱家己的手中，甲咱家己的脚下就对啊，靠咱的脚去行。靠咱的嘴去讲，把咱台湾美好的未来，甲讲出来，大家讲好不？好，今天的课程甲大家分享到这，谢谢。